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一百六十三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：王一博为何炙手可热？看看他的资源转化率有多牛，平台亦给予赞扬。如果说王一博是内娱顶流，那一定会有很多人反驳。反正，在他们心中，除了自己正主，谁都配不上这个称号。 或是依旧将思维停留在所谓的四大三小，殊不知有人已成昨日流星。而事实上，一部电视剧的好坏的确要看观众的口碑，可一个艺人是否有流量，业内才是最知道的。艺人不论参加什么节目，演了什么电视剧，出席什么活动，终归是要靠平台播出的，而且出品方、策划方也都一清二楚，丝毫不会因为外界对艺人的唱衰而去无数真金白金的数据。 很明显，王一博的存在就是完全符合业内对顶流能力的评判，不然他也不会在整个娱乐圈都变得炙手可热。众所周知，财报对于一家公司有多么重要，他们不敢也不会造假，没人敢承担后果。所以，当王一博被能够上公司财报被表扬时，粉丝们的那股子自豪感可是抑制不住了。冰与火在阿里第三季度的报表中是重点表扬的存在。 是招商率百分之一百的冠军，这就是街舞第三季和这就是街舞第四季被阿里连续两年表扬，最近刚刚结束的第五季也被重点表扬。有匪被华策表扬，鹅厂重点表扬，因为这部剧破了鹅厂的招商记录。光王一博代言的百雀羚就投资赞助了一点二亿，鹅厂的招商因为王一博赢麻了，风气洛阳。 登猕猴桃二零二一年第四季度和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财报，王一博的个人贡献率达百分之七十五。王一博从数据上来看，的确是个福星。无论是从演戏还是舞蹈方面，只要有他的地方，那平台绝对是赚翻了的。所以呀、啊，当王一博三个字一出现时，很多人觉得那仅仅是一个艺人而已。可在真正的业内面前，他们才会清楚那些意味着什么。故此。 王一博被各种传言色饼，他会出演各种电视剧。如果那些是真的，那么王一博的拍戏时间恐怕都要延续到二零二六年，他跟乐华合约又一次到期还拍不完了。那么，为什么这些资源明明知道王一博不可能接，却依然乐此不疲的溜着王一博呢？那当然是看中了他的资源转化率。不单粉丝们口中王一博的足够优秀，他的商业价值有多高，而且在各平台的眼中。 王一博依然可以靠自己为平台带来如此多的营收，换言之，职员表上有王一博，那就万事不用担心了。可惜王一博不可能真的出演那么多资源，于是，在他不会费力打假的情况下，利用王一博的名字在网友们面前过个眼熟，那也是不错的。后续真的播出，也是一部被王一博拒绝过的电视剧了。除了电视剧，爱盯着王一博，街舞也是如此。 第五季的节目就是总导演陆伟去求来的，只不过王一博看在曾经合作过，自己还是平台代言人，赞助商是自己代言的品牌，外加真正希望推广街舞的份上答应了。据说下一季还要继续邀请王一博，就不知道后续他是否还会继续应允了。艺人火不火，粉丝说了不算，交给平台吧。艺人能否创造营收，他们还不知道吗？而王一博。 已经是可以被登报表扬的存在了。